小姐姐你有没有变胖？先不要急着紧张，只是感觉你越来越有分量，从这一刻开始卡在我的心上。见到小姐姐要吹个口哨，来保证她不会立马就很好的时间到了，别挣扎了，这是命中注定。时间到了，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，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，这是爹教我的道理。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魔续仙。